来看到较环保方面的消息，中元节将要到到，嘉义县长张华官今仔日呼吁民众卖烧、减烧以及纸钱减量集中烧，并且以点米成金的方式代替烧纸钱来祭拜好兄弟，生意不但未减，也可以当节能减碳，减少空气的污染。这张中元纸钱集中烧，以米普渡做环保的记者会，在上午来登场。今日中元也出席大言，中元强调祭拜心诚则灵，乡亲会当选择更加环保的祭祀方式，包括双手合十、纸钱集中烧、以米代金和以公代金等方式。同款，咱表达对先人的敬意，那是一定爱烧金纸，爱会记哩。减量来烧，也是集中烧。点米成金哈，希望大家点米成金，想要用米，因为米哈，米金哦，米金即嘛哈，世界最强的货币就是美金哈，哎 hold 住哈啊，这个美金哈，现在是最强的货币。那个神明也很喜欢，好兄弟嘛，就介意米金哈啊，这样我们一方面又可以达到我们的心诚则灵啊，我们的愿望。也可以达到环保、的一个效果哈。环保局将针对有意配合纸钱集中烧的庙宇、病院、政府机关和社区集合式住宅，安排车辆收运送到纸钱集中处理的暂存区，并邀请道长在9月4日（农历7月2日）在绿草的焚化厂，依照着科技进入机服之后，来进行着炼化的处理。呼吁我们嘉义县所有的机关、团体、公庙、大的公司，在做中元普渡的时候，能够把纸钱集中。我们在9月4日的时候，会请道长到焚化厂这边做净炉。完之后再做焚烧的动作，烧好一点的金啊，烧好一点的香，才不会空气污染。那好兄弟或神明一定是感应得到的。细心看调方嘉义县采访报道。